要去取一个在拼夕夕花了26.5元买的一整个小龙虾。妈呀，都还没有我的脸大。开始试试那个。真的是好小的一罐啊！看一下这个日期哦，2019年5月24号，常温下10天的保质期。今天是5月28号，才过了4天啊，那也快过期了。它只有保质期只有10天。哇，味道还蛮好。看一下这个里面，哎呀，还蛮饱满的啊，长的这个小东西，漏到汤汁。浪浪妹，我去看一下这个虾，哎呀，还会出水，里面有很足够的汤汁，很性感。我试吃一下。从虾尾巴当中拽出来，它没有碎掉，证明它应该其实是虾活着的时候就做的。嗯，好吃。这个小龙虾我已经吃掉5个了，它这个虾肉啊是 QQ 弹弹的，整体下来很入味，肉质很紧，很新鲜，没有什么怪味道，很直，我感觉很直。很大一只的，这个带点麻劲，带点辣劲。对于我这种不怎么爱喝啤酒的人，夏天跟小龙虾最搭配的吃法是什么？冰西瓜，一口小龙虾，一口西瓜，超过瘾，记得吃龙虾。现在我把这33只小龙虾吃完了，整体上来说我觉得非常值。这个小龙虾肉它不柴，很好吃，我会继续再回购，我觉得很值得呀，一个还不到10块钱，我是肯定会再继续回购这个这盒性感的小龙虾。好了，我们。